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首先呢，我这里面有一张100块钱，我们把100块钱对折、对折再对折，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这是一张100块。我们把这100块呢放到魔术师的手里面 ，OK， 很清楚的看到100块在他手里，仔细看喽，三、二、一，咻，100块钱消失不见。